安全屋到了，我们要尽快佩戴好装置。虽然这是一份私人委托，不过事关委托人的家族秘密，必须谨慎行事。任务目标应该就隐藏在后游乐园里，对方是个牌局老手，我们需要在牌局上赢过他，才能从他口中取得情报。喏，这个装置就是用来防止他耍滑招，不过为了避开耳目，我们要稍微配合一下。别急，佩戴的方法有点复杂，喏，我来帮你。稍微把手抬起来，这件礼服有点贴身，只能把装置藏在腰后的装饰缎带里了。啊，抱歉，是我弄痛你了。痒？指甲擦到皮肤了吗？那我小心。嘘，门外有人。看来我们要把握时间，要是被他们发现，引起怀疑就糟了。稍微忍耐一下，这个暗扣要扣紧，搞定。不用担心，脚步声越来越小声，门外的人应该走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意外发生在你身上。衣服好像有点乱，我替你整理一下。很完美，我很荣幸能与如此美丽的女伴同游。那么，请挽住我的手，出发吧。累了吗？我帮你先把高跟鞋脱下。这里稍微有点磨破了，等一下，我口袋里有 OK 绷。刚才多亏你的配合，才能让他在牌桌上露出破绽。任务成功告一段落，现在可以好好休息。走路还不太方便吧？嗯，把手给我，我抱你去床上。腰后的东西，哦，不是武器，是和你配合用的装饰。好，麻烦你帮我拿下来。哎，暗扣太紧了，你要再用点力。别着急，我不会跑走。这个声音是衣服被撕坏了。当然都是暗扣的错，我下次跟道具店的人好好反映。这个饭店里应该有针线包吧，我去找找看。好，我先把衬衫脱下来。等一下，不是要缝好它吗？你怎么把它撕得更碎了？啊，衬衫和腰带缠在一起了，那要好好解开它们才行。